这个球结果穿过去了，形成安打。叶竹轩现在绕过三垒垒包，球往回传，这球传偏了，打者趁这个传球也要上到二垒。林正义敲出了一二垒之间的穿越安打，要带有打点了。四局的下半分数再次出现变动，马明狗攻下了第二分，目前桃园是2-1领先犀牛。叶竹轩的一个盗垒产生的作用了哈，一个盗垒，一次安打就可以把这个跑者给送回来了。这个反方向进攻也是非常的成功啊。张建明这个出手点稍微有高了一点哈，所以以至于回到本垒的时候，达宏接到球也没有机会来做 take。